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我们什么都没干。还什么都没干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我们俩不要说话，也不要有别的联系。既然你说了，我就答应你。但你之前补习的时候也答应我一个条件，跟我报考北京的学校。他说他来不及赶过来。那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他撞车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，原来你还在这里。